特首辦收到可疑信件，信入邊有白色粉末。下午三點有特首辦職員報案，話收到一封可疑信件，信入邊有白色粉末。爆炸品處理課人員檢查之後，確定粉末冇危險成分。據了解，信件並冇校款，信內寫有抗議字句。警方將案件列為刑事恐嚇，檢走粉末化驗。事件中冇人受傷，無需疏散。